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5月9号，也是开服的第12天，进入游戏啊。今天可能说话声音待会儿就小了，因为第一我生病了，然后呢这个头晕眼花，然后嗓子疼。待会儿我下播我就去输液，好吧？其次是第二点，昨天我这个推到了1238层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因为我直接推了之后，我昨天打到凌晨4:30，把这东西给升级了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阿栋三个极限没关系，他有他的玩法，我有我的玩法。他的玩法是什么东西都买。对吧，我们的玩法不一样。这里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杀戮之都，他要打很多很多关，打到第40关才行，这还需要很多时间的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来抽卡，抽卡的话我不像他，对吧，他的话是把每周的限定、每月的限定这些都买了吧，应该都买了。我的话我买不起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不买也罢，对吧，他们买的这个东西他们直接就兑换白鹤兑换什么，就不需要等了。但我的话我现在白鹤差4个，我现在还需要4天才能给他做这个极限进阶，所以这4天我会比较吃亏，但是已经没关系了，因为我这里是吊打他的，我这个大厅已经31级了，新土系没有信息，这个不太清楚，所以他差点没有打赢我很正常，因为他就是他要针对我还不一定能打过我，那他真的是很菜，但是我们不要说他菜，防止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，好吧，把这儿的奖励先领取一下。今天我计划是这样的，我们先打，哇，直接领了这个红饼八十毛，对吧，刚才他提示要充多少钱，充一个68才给一个，你看我这不就省一个68了吗，正因为我打这个打得多，所以每周礼包的这个68我都可以不买，这就特别爽。然后现在礼包商城我们每天的还是要买卖的，这个东西呢凑合买一下，以后其实要兑换的东西我们昨天差不多就兑换完了，所以这个东西买不买其实问题不大，但既然这个是每日礼包变换成了新的花样，我们还是要买的，然后这个东西是最值得买的，我希望来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就爽了。这个东西不要，这个东西其实不太需要，买一个吧，12的还是比较划算的，68的算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勤俭持家，这两个是必须要买的，差了很多，一共是充了多少，已经充了9万多了，9万多多少是看不到的，不知道怎么样看得到。好，今天就是这个东西花时间花的长，各位稍等，抽卡我们3分钟之后继续，我们先把每天该买的买完啊。128走你。好，这里的暗器其实买了没有用，因为这个暗器材料我开的就是那两个材料，就前面三个暗器可以升级，但是那三个材料我都已经买了，所以这纯粹是买金币的一个东西，就纯粹不划算，这个也不划算，因为我抽卡抽太多了，这个东西其实有点作用，这个就是68的那个东西，你看30块给15000，然后这每周它是15000，这是200000嘛，30块15000，那相当于是300块，150000。这个东西这里的这堆东西应该价值，对我来说价值300块，就是300块不多。这里呢要花额外的300块买，不划算。如果是328可以买一个这个，但是68我觉得买一个这个太亏了。然后我们好久没有买这卡了，今天来我们预测一波，我们400抽，对吧，能否抽出所有的心愿。心愿呢今天心愿有谁和大家先介绍一下，血月这儿可以先抽一下，这个抽不抽都行，对，那个非常不值得，所以我们玩游戏一定要斟酌好，要告诉大家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，包括说你可能氪不起那么多，但是我也告诉你什么东西在我看来值得，什么东西不在我看来不值得，这个东西你玩游戏就有乐趣了。如果说你无脑去氪金，什么东西不管就买，那样的话我觉得游戏不是很有意思。弄神机还给一个、啊、还给一个五星还可以，我觉得蓉蓉不如这个泰坦巨猿，泰坦巨猿打了我大部分的伤害，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在我推图推那么多图来看，这个东西就先升泰坦巨猿，如果到250先升泰坦巨猿比较好，今天泰坦巨猿也搞不定，应该是明天可以搞然后这个火系要也要这个赤心火舞，干嘛要火舞呢，对吧，要赤心火舞比较好，昨天要火舞是不是没有升到12星啊，我忘记了，我看一眼昨天出现这样的好，昨天是火舞刚好升到12星，所以是昨天选火舞，下面升250的话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先升，非常的强，火速充钱是吧，充钱其实已经差不多充完了，我看一下怨种祭坛就不要搞了，不是怨种祭坛有个东西是可以买的啊，这个东西暂时这个可以买一下啊，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不怎么划算了，就不要买比较好，要买的话就是这里这个68可以增加 2% 的伤害，就这个是可以买的，然后这边可以选一下这个魂骨的材料，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我买了这个68对吧，给了3200这个东西，我替大家买没有问题，但是买了之后我兑换什么东西呢，对吧，这儿今天差不多就要能兑换完了，然后这边这个材料可以搞，这材料也可以搞，这是300级以后才开始缺，这个是不久的以后就要缺，但是这个东西呢前期我要打动的话，我看10000的材料99万，这个一点点就兑换了，对吧，990K 还可以的，高级战旗其实还行，哎呀我们把这个买了吧，我眼馋这个东西馋了很久了，这个领域我就买一个，请大家理解我，不养千仞雪吗，千仞雪不要养，那个东西不好，然后这边怨种祭坛应该是哇又结算了， nice， 怨种祭坛500只能许愿5次，这还许愿不到了，算了就单抽吧，这个东西明天最后一天后天就结束了，纯火要用其他的，30的武魂符石要买是吧，因为我最近用武魂符石，好那我买还不行吗，可能到时候我们要换一个别的，就是明天换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换个这个东西可以换10个，其实特别少啊，这个东西这里这个东西我嫌太多了，我先兑换这个吧，鲜血是不错，完了兑换不完呀，好终于兑换完了，
积分没有了 ，nice， 去买一下。有人说这个东西很划算，武魂符石，就这个东西啊。但是我现在买的好像也没什么作用，先买了吧。好，反正能节省的钱我们就节省。现在来抽卡给大家看，现在是一万对阵一万吗？这先抽一个五抽，然后我们截止了，开始四百抽，对吧？今天是有六六五，我们抽到二六五就可以了，看能不能抽出三个啊？这三个特别难抽，我觉得今天不能的应该是多一些，就是几率多一些。好，抽出一又是全员二五零之后可以白嫖十万的金结石，那个二五零。十万金阶石其实挺多的，但是二五零也很难升。鲜血灼烧有加成是，等等看，就是我可以搞纯火，可以搞，但先等等，但是啊，泰坦先出一个 ，nice。我现在对这游戏的理解啊，加深了很多，非常的牛掰。好，白宝山，今天我们会把这里的卡全部都抽完啊，希望能多给个白鹤，多给一个什么生命女神啊，白鹤出来了，朋友们。好，你们慌不慌？还有250抽，最后一抽，最后一个心愿啊，最后一个赤心火舞堂弟出来了，可惜不是赤心火舞，完了是吧？完了，看一看，刘二龙，哎呀，火系就差一点点，赤心火舞什么时候来？好，来了，朋友们，完了，先能出，1.2万说能出了，朋友们，不好意思，剩下的435抽，看看如果没有了心愿的选择。出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这今天运气很好，唐啸，老板就是一开始他这个月卡买的比我多，各种东西买的都比我多，出卡抽的太多了。他一开始就是两排十二星，我就没办法和他比。我现在还比他推的图推的厉害，打下也不比他差的。没心愿是不用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每天可以抽一抽，给大家测试一下。没有心愿之后还要不要抽，对吧？乌在西，有的是有用的。啊，这个水冰儿啊，水冰儿可以升十二的，差不多，应该就差一个或者两个。然后待会儿我们背包里还能再开一些卡啊，别着急。今天想抽谁？其实今天抽的都没有用，要明天抽了才有用啊。泰坦、索尼、志玲、姚龙，完了。你看，如果没有了心愿，他的卡池很歪的。我想要那几个，就是我上阵那些。哇，食神可以啊。对，就抽给大家看看啊，先就600抽，明天也去抽，别着急啊，明天也安排500抽，反正每天三个心愿。这些卡我觉得哇，千寻疾也还可以的，我之前还搞了一个自选千寻疾，我之前不知道250是需要有那么多自选，我就提前把能选的全都开了，那时候我是真的白痴，真的白痴啊。这里其实想召唤还能召唤一个，前提是冲一个这个648是吧，一张不留，留了五张呢还是。好，你一个七道币可还行。然后我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呀，1300K 130万经验还可以的，来杀戮之都，先扫到，这给32万64万还行的，这个赶紧打，随时记得要打，这我没有打是我的问题，药糖可以摘了，现在这个钻石都不够了，很奇怪。然后这个东西要打，其实就不太能打过了，朋友们，我对这个东西研究的非常的多，你不知道我昨天打到4点半是经历了什么，有的关卡就卡一小时，就特别恶心，甚至昨天我都可以播到那么久，但是我没有播。现在我们来开几个卡，来这儿，土系。唐啸，水系，酱珠，两个五星，哎，这五星的材料，就是刚刚出了一个食神，还可以啊，别的就都歪了，基本上都歪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有助于我们升十二星嘛。然后我退盟了，昨天12点前，现在已经可以加一个盟了。支援的话给了很多，因为我帮了很多人，借出去了很多东西，一键清除。然后时间裂隙今天是可以扫荡是吧？今天可以到69的，别着急，联盟先去找一个吧。各位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刚退的新为主九啊，四级工会。我这五级工会也有，也看到一个君上参见，这个应该是博远的工会啊，咱不去。图图联盟这有点菜，才三级。然后这个七指流年，这是谁的工会啊？谁知道？这七年，这个是谁的工会？我其实可以考虑进这个五级工会看一看，但是他已经满了。小龙工会差一点，幼稚园是布雷的，我们这还可以再刷新，再刷一个，我们就进这种望族改变世界比较好。麻烦挪一个位置，谢谢。我今天还要再充一个68，就是发礼包的那个68，别的不需要了。出了一个什么不保底的月刃是吧？好，这个打的话估计打不过。现在这里他们变了一些。我告诉大家，现在打到1200关之后，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是对方之前是330级的，现在变成309级了，等级低了一些。但是呢，它阵容强度高了，它是5名同系，之前是3名同系，就多了6的攻击和10的生命。这样的话，如果说你针对性去调，比如它是水系的话，你就用风系去打它，对吧？我这儿刚好风系为主，3名同系，风火，有火的话，火其实可以替了，火其实可以放二队，二队火和对方烧就可以了。
这是二队很菜的。我二队的话就是靠一个光猫，光猫和我现在和他说还有个特点是，从1200关之后开始，两边的怪物是一样的了，一样的等级，一样的强度，只不过它是系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有针对性的去调。妄图拯救世界，来这个吧，妄图拯救世界，对吧？来发一个68，好，有10个先知水晶，精彩第一名还可以发，走你。为什么不加6级？因为不是我的工会，是其他主播带的工会，为什么要加？虽然我进去我会变得更强，但是没有必要，对吧？没有绝对的必要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再去抽一下币子，这边灵魂幻境其实直接扫荡也可以的，等等吧。今天我还要再升级，小红今天的安排是这样的，就是先把杀戮之都打完，达到将近40，然后呢，最后呢就是由你来推图，我就先去输液了。好，这里可以升级，还可以再升，还可以再升，再升2级都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别的东西我们找找。今天大厅升不上去了，因为这里打一关才加4000，这个差太多了，差30万，现在是很难的。这有20抽，可以自选选一个，我们还是选火系的吧。输液了，因为嗓子发炎了，很痛。好，火舞来了一个。有一个有用的就可以了，就已经可以了。朋友们，给大家先升星吧。今天抽中的卡就想升星，但是这个需要4张卡，我就吐了。现在的话，2张卡还不够升。生命与神的话，其实今天没有必要给他升。唯一有必要升的，我认为，如果说今天要单升一张到250升谁？升赤星火舞。但是我今天还是做一个什么平均升比较好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吃了，这个12小时的这些，这个100多小时的全都吃了。但是我现在不吃，其实是因为我这个还能再加4%，把这个再打打杀戮之都。我第一天其实他们都打到20几层，我才打到19层。第一天我没有用力打，就有很大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先把已经有了升一下，这个需要升一级。这样的话大家都是233了，再升234。好难的。这抽一个8蛛毛，没有东西。武魂殿的话觉醒一下，今天应该能觉醒很多行。3、4、5行，68给20个，20个炫舞，10个给一个，划算的吧，勉强划算。各位充点系里币，我先充个500吧，充了。 OK， 哎呀，明天我估计啊再加个10000币，然后呢找老板支持个3000-4000，希望他能支持一下我，不然活不下去了。武魂符石，2个幸运宝箱，又是这个。其实今天哇很爽的，这个不用的，不用，现在不需要。这个赶紧打呀，他打完之后我就忘记了。这个我们要多打点，现在就是挂机，这个也要挂，那个也要挂。现在我们先来表演一个推图，情报值这儿它可以升星了，对吧？这里其实情报无所谓，这已经满了。好，各位祈祷一下，我们这个千道流吗？哇哇，送的千道流，朋友，今天就先这样，单抽先别抽了，可以了。我靠，又歪了，省了800块啊，游戏里的800块啊。这个游戏要充2个68才会中一个。